我首先来感谢讲这破罐子三科医生啦，啊，伊都真牛啦。我就是，我原因就是吼，我之前的时阵是有三个查某囝，一个后生啦，啊，就是迄个后生车26岁才搭车祸无去啊，啊无去，咱是讲，过要来寻后生啊，啊，我去找伊的时阵，我是来问啊问讲，啊，我已经48岁啊，敢那可以生一生？阿姨就讲吼，会杀你啊，安尼啦，讲了较有信心，我会杀你啊。啊，我先问讲啊，到尾我想就答应伊啊。啊，就想讲啊好啊，无过来试看卖。啊，结果就做一摆就成功啊，就两个双胞胎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。啊，就我本来是讲，若一届若无成功，我就无爱啊。啊，就算讲啊，也有甲咱帮忙啊，就一届。啊，就成功啊，安尼啦。